也太酷了吧。这个机场好大哦。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但是建筑物蛮漂亮的。唉，怎么哪里都有消防车？太好笑了吧！我只知道要一直往前走，我完全不知道我已经走到了这叫什么 Union Station Transit Center， 反正芝加哥火车站。对。漂亮！我完全忘记我广角这件事情。刚刚那边楼梯实在是太不友善了，这个要压的吗？
臭了。好复古哦，笑死我了，拍个照好了。听起来很近，十一那边。时间吧，他们真的很喜欢旋转门。我下一个，太挤了。这个看起来好像酒，那怎么那么大杯啊？一个教室吧，我们有时候订课课会去那里上，只是因为我们上课的时间不可能是晚上啊，所以不可能真的躺在那里看星星。这里很多那个学校都有，有吗？码头也是一堆这个，这
夸张哎！大便哦，好大只哦！那所以它到底是什么？怎么证明？你叫他自己讲。这个是啥？看的不是很懂。就它都中间有一个，然后旁边有小小的。哦。我还想说，这是中间的到底是太阳还是地球嘞？所以中间不知道。对啊，昨天他不是在问吗？他是在问我们。我居然拍录得起来，用广角的话。太冷了。为什么我的脸颊是红的？为什么我脸颊长成这样？是光的问题吗？好好，那我来整。为什么一样？为什么？哦，差不多。哦，直接走出去。又走回来了。哦，这就是模拟。自转的这个，对啊，转的就是旁边月亮，然后那个是太阳，但其他都不知道什么，是不是最？Or videos, just using your cell phone in general. Wait, wait, also better to do that. He says, once the show starts, we will ask that you keep your cell phones away. Everybody, hear me okay? Awesome. How's everyone doing this afternoon? Wonderful. I love to see a packed audience like we have this evening or this afternoon.听到垃圾滚过来的声音，太好笑了。哇，今天的云也是十分特别。
来比较一样的。先过吧。没有。对啊，太快没了吧？可是那边感觉很雾哎、欸。If you can't see me, I'll say where to go.
这里还有全身镜。